要装嫩的。算呀，算，可以。请问你第一次来阿里山有什么感想？饱，吃很饱。有，也吃很饱。我来两次了，我一样是吃很饱。你有饱。哇，那怎么办？我为什么回答你？你要跟我说饱。洗手台现在是在外面。洗手台在外面。OK 了 ，OK 了。来，摄影师拿去，摄影师拿去，拉窗帘，然后介绍房间。来，小呼，来介绍房间了。你放一放，你先，我想要介绍。我没有东西，所以我只要放完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来到了这间旅馆，它叫嗨。然后呢？首先让他们搭窗帘看。我们就来介绍这间床吧。我们现在看一下。要录到头才能。哇，我以为是落地窗。落地窗。啊哦。好，等一下。好好好，我假装在看窗。这什么？怎么都小小沙发，还有一张桌子，铁桌子。阿明，接你看一下。好，然后这里是一个大桌子。办公桌。你在打什么啦？剪片。在打什么？一个都没有嘞。接下来是我的窗帘没有办法开。两张双人床。外面还有窗帘没有办法开啊。好。哎，你要去拍照，你要拍那个窗帘。哇！哎，可以看到阿妈他们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嘞，可以，可以，我看。没有，他们没有在这里啊。我叫他们到窗户旁边来哈。好，等一下。大姑姑，大姑姑。你要准，小猫咪你要准备好了。好。我要讲电话。喂。回到窗户旁边，快点。对，然后你要在哪边写功课？你先想好。不是啊。猫猫虫盖掉在地上，你看，你看一下刚才它掉的背景，姐姐，你看一下它刚才掉的背景，姐姐，你看一下它刚才掉的背景，你就这样子，呜呼，然后我就这样，猫猫虫在这边了。选一个好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厕所。厕所地毯。好，可以，好，没有那么高级。你要看里面。好了，淋浴间。是路来了。好，然后呢？我才蹭到一半呢。就是那个床，毛巾。超棒的毛，好，我的手被压扁。超棒的毛，真的。超棒的毛，放这个洗手台区。好，总之就是这样，相片在那里。来，我们刚才拍了一个片，要继续接。哇，好大的冰箱，里面说不定会有可乐、雪碧。还是爸爸自己带的哈。原本冰箱是高高五。好。嗯。拜拜。
如果不要打电脑的话，你可以把电脑放在下面。爸爸不会打电脑，爸爸没有带电脑来。爸爸一度有考虑带，幸好没。每天都在打电脑。对啊。还有带功课来啊，两样而已啦，我看真的两样，我看了你要吃哦，要随便带到我功课，毛毛虫说姐姐要出功课，不能再玩了，你要做什么？不要！来过来！这皮卡丘哎！这皮卡丘的。好，给你一台 iPhone。耶耶！这是什么？杯子蛋糕。你是什么巫婆吗？哎呦，好可爱的小伙！小魔女。小魔女啊！哦，酷嘞！来三，干嘛啦？来先这样三，先这样三二啦。这样上去没有人知道是你的、啊。三，哎呦，哦，哇，好酷啊！哇哦！你要去猫咪旁边小猴，我看一下里面是谁啊？用牛角来撞我，快！没有看到你秀出来啊，没有配合啊，妹妹那里表演的比较精彩。好，转到这一台主播播气象。播气象来，现在气象天气好。现在气象天气是猫咪天气。喵喵喵，三个猫。嘉义天气。主播怎么不见了？关机啦。因为他们三四五六七。现在右边的跑出电视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打篮球。哇，好想看的音乐台。音乐台。我的秘密是拉西的。音乐台好无聊，我们来去旅游台。哦，我们现在来到日本，伊拉西马塞。我们还有富士山呢。可是现在又不能出国，不能去日本，那我想来的美食台，冰淇淋，可以站着吃，冰淇淋可以站着吃啊！对，右边的不要一直跑出电视画面外，这样很难追，很难用。突然间好想看的气象台，好，现在基隆天气下雨几率10%。现在呢是猫咪天气，猫咪天气的是现在全国。好想看到 NBA 啊！科比，科比，科比！哦，好好好好。
好像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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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哦。跑出画面，跑出画面了，进来，好好好。好好好我还想看哪一台？我想看的塔通台。江湖，我都会有。关机了啦！关机啊！我要关机啊！三二一，看着好好看，好想买一台回家哦。电视还有长脚呢。对啊，电视还有长脚。